在一年半前，我因为身体需要调养，便离开我工作八年的职场回家休息。但当我想回职场时，却发现我的工作已经有人接替。那时我的心里常常为着我的未来担忧，所以我每在27祷告后，都也会为着我的工作来祷告。没想到前不久，我的主管居然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接替我的同仁已经回到原单位，所以我可以回到我的原岗位。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，将荣耀颂赞都归给神。阿门。